记忆里与世隔绝的家园，海浪的活泼，草木的清香，人们的欢声笑语。早已化为废墟的故土，如今为何又被疯狂占据？乐园，怎样才能回到儿时的乐园？又是谁催生了一场场的闹剧？希望救赎这一切的罪孽，但谁才是罪恶之源呢？